好，这里有钱柜。白色的是那个店。嘿，那两桌不在吗？这边。进场，进场。被杨叔叔带着我们走入这个奇妙的世界。哇哇！妈妈芊芊进来就是花花。哇哇！太漂亮了吧！哈哈，菲菲凑什么热闹？没关系，因为他那里比较暗。菲菲的衣服上有花。哦。迷路哦，对啊，他说这里会有神秘的房间。这里很容易走散。刚刚这地方有多大？根本不知道有多大。我现在看他们已经走散了，完全找不到他们，怎么办？我刚刚跟黄慧敏通了一通电话，试图找到彼此，但是在这个地方要确认对方的位置实在太困难了，因为墙面上的灯光投影一直在变换，即便是在同一个位置，它墙上变换之后，你也没办法跟对方表达说你现在在哪里。哦，好神奇，这是什么？僵尸道长吗？你们为什么用跳的？因为你们是兔子。这感觉是可以让小朋友涂鸦之后投影到荧幕上面的那种。那弟弟，我们画了很多北北。等一下可以把它投影上去，好不好？好的，姐妹一起画。今天画的是什么呢？哇，是乌龟耶，海龟，海龟。等一下，我可以帮你们导览。因为我已经走偏这个地方，太快了吧！为了找你们，我到处冲。我明明就是你进来五分钟就不见了，好奇气质，每天都在做一样事。没错，好开心哦，自己逛完了。那我们来访问一下西宇哈，逛到目前为止感觉怎么样？有没有觉得自己的脑容量突然变大了？刚睡醒而已，变巨大。新研化的性感海龟。还是穿的晚礼服吧。晚礼服海龟，爱海龟。我感觉他只要被我亲一下，就会变成海龟公主。傻眼，告他。穿着蓝龟壳，好的，我们等下来投影他。好的，现在就是玩找乌龟。看到新眼的眼，果然超好了啊！杨医生，杨医生，杨医生的游过去，杨医生的跟陈新眼的游在一起。对啊，哦，你的瓶口礼服乌龟，哦，还有陈景玉的胡子，他眼睛还会变叉叉，哎，对啊，怎么那么有趣？但还有动画，这条是我的红色的，碰它之后它会动，碰之后会动，海麻，原来这还可以互动，碰了之后鱼就会吓跑，好有趣哦。菲菲的小蓝龟游上去了，游得好高哦！小蓝龟，你要去哪？看起来很像有蚂蚁在身上爬。来到一个很像瀑布的空间，可以吗？可以坐一下。
下。对啊，休息一下。好的，我们已经从 TeenLab 出来了。虽然说里面非常的刺激感官，但是在那个灯光比较昏暗的地方待久了，我有一种幽闭恐惧症快发作的感觉。现在我们去找午餐，可能会吃汤咖喱。陈心宇，你肚子饿了吗？饿。那你要喝奶奶还是吃汤咖喱？好的，那爸爸也帮你泡了。菲菲，汤咖喱好吃吗？好吃。嗯，我也觉得很好吃。喂，我嘛感觉最好吃的。他声音又不一样。麻布台之秋市场占地千坪，我们现在进去逛逛。好，我帮你盖好了。我们还要收集其他的，好不好？收集其他的印章换礼物。嗨，好，轮流。蔬菜店要盖哪一格呢？心妍。接下来我们还有鱼店卖米的店。好的，麻布台之秋市场呢，还帮小朋友设计了一个集章可以换小赠品的游戏。我们现在集章完成，去找服务台换赠品吧。好的，不出所料的集章奖品就是贴纸，好不好？好的，我们来到了麻布台之秋中央 Tower 四楼，这里有一间很有质感的文具店。哇，弟弟在地上发现了一个洞。就是我现在眼前这个洞会吹出冷气来哦，站上去就觉得超舒服，真不敢想象我穿裙子会有多舒服。这 Hello Kitty 招财猫这么可爱，12100还真贵耶。对啊，日本的书都做成这样一个巴掌大，做成一个巴掌大，这样在地铁上看的时候就不会妨碍别人，相当体贴。他们这一区童书画风都精致到像是艺术品。嘟嘴的哆啦 A 梦。对啊，他拿了什么东西？不好说嘞，蛮奇妙的东西。